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，然后现在继续打段位啊，现在就可以专心打段位了，哎呀，不像前几天是吧，想打吧没得打，想打都乱打，这把又给禁了，这个蝎，带个小蓝。对面只有鼬是比较强的忍者，一定要把他给禁了啊！这个还真是啊，现在段位就比较有趣了，不像以前那么打就很无趣，基本上就挂机扔在里面不管了。这样以后应该挂机的几率就不多了，挂机基本上会出现在那个娱乐模式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！其实我不用换大，他也是死啊！我这阔鱼砸下去，再劈他两下也好。哎，得了。哦，这样子给他拉下来啊！砸他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完了！我这打着打着卡了，我操，这！我竟然用的大王卡啊，WiFi 关了，是不是我这个月用的大王卡流量好多了？啊，bug，救命啊！完蛋了，要给他搂了，这很危险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。先蹭个豆，然后有个机会，改那个啊，是吧？然后他的大招会往我这边打，不蹭个豆的话，肯定是没机会的。我擦擦！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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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有。哎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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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我被他打死了，哎呀吓死我，我还以为都结束了，哎呀原来我开大的瞬间吓死了，小南必须进啊。小南不进还真不好打，
只是这个段位对没有忍者的人来说还是不公平，是吧？现在没有什么好忍者的，现在不过已经降低了，是吧？特权商店已经降了 V7，V7 降到 V7 就可以买。哎，V7你就算 V7 你也买不起啊，金币那么多怎么买？一片什么配源就要680，你告诉我，还有什么金币可以买？小妞，哎呦，哎呦，呦呦，去死吧你！段位现在贼难打呀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撸回来了。嘿嘿，我不用浑身咋地。哇个叉叉，我那个叉叉要死了。他姥姥还不要留个动作给我，我以为躲过了。哎，这个怎么不是先？妈的弟弟，要死了！好，有机会啊！他要哭了。这个表情不错啊，可以画表情。被打败的时候画个表情，不打字啊。这下他要哭了，发个表情气气他。这个打完之后就可以直接领了，是吧？反正你光靠这打忍者就可以把这下面的那个给打完。对面配人不可怕，小男才是可怕。这样我们知道对面有什么忍者，是吧？对面有配人，有些有，他这边没有鼬啊，对面没有鼬。他把我的波风水门禁了，是吧？我的波风水门就是个鼬啊，我不会用，拿来就是给人禁的啊。他不会禁我的鼬，是吧？他就会禁我的波风水门。这样反而对我来说还更有优势啊，把我不会用的进了又何妨。你别看都有 S 了啊，人家猜不透啊，以为你的 S 人很厉害。戦闘開始。哎呦，哎哎哎！哦，
哦，完了，这个没有用佩恩打他就不好打。不要！为什么没吸到他？为什么没插到他？你别过来！你过来你就死了。还要发表情哈，表情包。哎，这也拉起来。我靠！我的大根本打特别清晰，完了！两个人搞玻璃。还能拉起来啊！啊！No！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要哭了！还是有一点机会啊。你妈的，错别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，怎么会刚才犯错别了啊？气死了！去死吧你！哎呀，不错，最后发个表情。惊险险胜！哎呀，段位赛真心是不好打呀！哇，对面忍者好多啊，小南还是别上了吧。大家都进小南吗？是不是两个人进在一起同样的？他就有机会啊！你看啊，他老拉的直接拿两个人的啊，对啊，这把可能要输了，直接上两个 S 人，哎呀，你也厉害，那没救了，怎么办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再来一步，冲！我在插，哦，你跑哪里去了，小妹？哎呀！
这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！你在动。啊！哥哥，给个机会吧，给个机会吧，哥，给个机会吧，哥。哦，他还发哭的表情，你妈的！我也要哭了。打配音要怎么弄？打配音要怎么弄？他被他擦了，哎，好危险啊！来打我吧，你来打我吧。哭了，两个人一起发着哭的表情，怎么鬼？嘿嘿，啊，总算可以发个笑脸了，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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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先去打一下这个娱乐任务吧，感觉段位打得有点累啊，是吧？等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娱乐任务出什么忍者？这是什么虚左右啊？好贵啊！飞段杜门里还有二尾，飞段杜门里二尾，飞段杜门里。哎，小杜，二尾，打完了是吧？打完了那个，打两个段位啊，要休息一下，去放松一下。你段位毕竟是那么艰苦的，现在在这个娱乐模式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就不会再看到那个清一色的黑黑乎乎的忍者了，是吧？我觉得黑，我这可是飞段啊！这样子分开来以后，感觉就好打很多了啊，就没有像以前那种不积极性。来吧，小妞，让我擦两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还想擦我？擦，没擦中，旋转吧！哎呀，我的伤害好高啊！
拉过来，啪啪啪！哎呦！哦，又错边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天，他卡了。推倒啊，推倒红豆。这两个刚才红豆的大招奥义方面是状态不错，是吧？刚好遇见你，这首歌很多人翻唱也挺好听，是吧？特别是一些女主播唱的挺好听，原唱也挺好听的，调调好听嘛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儿女，就过来吧，小妞，让爷乐一个。哎呀，我哥，要被抱起来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要，是吧？好吧，我要哭了，我刚好被他打。土田很强啊，两个脑袋不一条虫线。错，踹到了吧，被我蹭到了。哎呦呵，还想抱我，我是那么说抱就抱的吗？哎呀，来吧，缠你，想不到。哎呀，又想抱我。哦，砸起来。哎我去，时间不够。没事，我血比他多。哎，有点卡。就是没打到人。两个人都不在一条线，感觉。你还哭。哇，这动作多帅。我怎么下去半条血？哎呦，我怕他喷火。过来。哎呀，最后一下拆了啊，可以，这个赚了啊。有点难。没事，蹭到个点够了。想办法连到他。哦，这被喷到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
哎呦我的天！跑，你再跑一个试试看。哎呀，赢了赢了赢了！可以画个表情庆祝一下。多个表情包就不一样哈、啊，可以及时发。哎，这个其实王者要是也有发表情包就好了。十八分，我再打两把吧。这家伙还来打，还报仇啊！我还是这个阵容，我不是亏了，套路他都懂。哎、啊，不过我这决斗任务还没过完啊！算了，晚上等一下自己去，连有空的打一下。这家伙好溜，嘿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啊，浪费他一个扩音。他下面就是什么玩意儿，又是白机器。哎，错！哎，网络卡，网络卡，网络卡了，网络卡了。早有准备，我知道我的二技能足够。不。他应该没分身了啊！啊，解决了！嘻嘻嘻，画个表情，他高兴一下，喜怒哀乐够了，四个表情就够。啊，我们再打下去，都想赶紧把任务过一下，连我还打要塞。战无不胜。嗯，其实早就应该要用这个规则，然后再把忍者的金币给它价格再降低一点嘛，是吧？这个收集忍者实在是太费事了，太贵了。好，那我。赌我
你拿过来，不长记性。他姥姥的死了，给个机会吧，我错了。哎，是真给我机会。卡了，哎，你看一下是不是卡了一下？哎呦我操！一脚踹死，还是有铁，很卡。下来吧你！哎呦，这都能跑得掉？打你头，打你头！爆你头，爆你头！选三名 B 人，我感觉还是三名 B 人好，把这个放掉啊。B 人里面的话，我也用楚田。这么好看的楚田，你忍心打吗？被插了没啊？不要这样子对我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！哎呀，被蹂躏了。输了，我操！这把可能要输了。亏大了，我的一个大招都扔出去了，被他打没了。哦，那个他。这家伙好溜啊。哇，好卡！我怎么跑到前面来了？怎么变成动作慢动作了？不带这样子玩的！哎呦我去，这什么鬼啊？定格动画了，变成定格游戏了！哎，不是这样子玩的呀！哎呦我的天！输了！这把。怪网络啊，我要怪网络，这打的什么？我操，这么卡！
嗯，落空了。哎呦，要不然他打掉这血我就输了。啊，后面还有个安部佑，嗯，不行不行，这把过不去，赢不了。啊，这把打完差不多了，去打那个。还能碰得到我，还能打得到我，嘿，啊，应该要等他分身先出来，我然后我再开个恶人再过去就好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哎，先打着吧，先打着吧，八点了，先打压，再扔多了。来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跟我在这边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为个解说。